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千言万语其实只有四句话，不是来猪投什么票？同意。守护公投投什么票？同意。爱护早教投什么票？同意。干净能源投什么票？同意。今天是我们拼公投的最后一个晚上，从去年八月到现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，我们在座所有的人都是付出全部的心力，为的不是自己，为的不是政党，为的是我们下一代子孙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我骑脚踏车，骑摩托车，台湾转了两圈，请大家明天用同意票，让我们的骑可以骑得值得，好不好？好。街头演讲400场，我看到大家对我们台湾未来的深切的关心，那我们用明天同意票，让这400场值得，好不好？好。最后，我们在凯道，在全台湾街头夜宿49天，还有包括黄世修、杨子斗、侯汉廷他们绝食。我跟大家讲，我看的都是非常的心痛。早上我扶着他们去旁边升旗，杨子斗200小时连走路都走不稳了。一个年轻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去燃烧自己身体？他是为了我们下一代在拼，他说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要告诉大家，明天就是我们台湾未来的关键决定日，只要4个同意票开出来，我这边也告诉大家，罗志强就用400公里从北走到南，我用步行卸票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4个都同意，全民大胜利，我们一起努力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志强，谢谢志强。